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然后我们先代抽我同事的账号，然后呢，先拿同事来献祭一下啊，先拿同事来献祭一下。他是跟我说他现在去上厕所啊，啊，你完蛋了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第十抽，我们先用免费的，免费十抽。蝼蚁，蝼蚁之辈，蝼蚁之辈。OK， 我们把货用召唤出来了。Hello， 米老鼠。啊，没中，合情合理啊！这个时候中就夸张了，一连献祭连，等一下后用都被暗算了，会不会跑出相应？看看这个货用跟看看这个货用，啊，差多多，好，没关系啊，继续。第二次抽，一副期待我歪的脸。啊，又没中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不是我的账号、啊。好，第三十抽，几率有加了吗？还没加。啊，今天上班有个累的，还是没有。三十抽，好，第四十抽，走。好，第四十抽，不要这个时候中哦。没中。哎呀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？怎么可以讲说怎么没啊没有中？这不是我的账号，也不能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体验他的心情的。蝼蚁之辈，我说怀疑，就是我同事女友确诊的，就是这位同事。中了啦，中了，中了啦。我想肯定是歪的吧，啊，最后一只哦，啊，我想应该是歪的吧，歪一下给你面子吧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哎，哦，这九。没歪就换我的账号歪了，没错啊。十，干。无名霍庸，是为尊神罗侯以至高创印法仪所创印之人，蒙承尊神一脉树立与无上的智慧。完了，我怎么办？这几抽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果然是蝼蚁。啊！为什么这不是我的账号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十抽，五十抽加免费的十抽，对吗？对，五十抽，总计五十抽。好，换我了，五十抽。心愿池他自己选啊，他先自己选。好，这次换我的账号了。先免费十连，换阿姆斯特朗旋涡狼炮就是有用的。你们真的是很没，给我一点信心好吗？
第二十抽。我靠！哎呀，还没有加趴数哦！我累积这么多这么久的量，竟然还没有加趴数，二十抽还没加趴数哦！你们闭嘴啦！给我点信心好吗？三十。抓保底 有流量，你们看开心。那流量可以先不要吗？哇，这时候你们连占卜都会了，哎、欸，有点惨哎、欸，已经三十抽了、欸，啊，爬树还没加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还没有啊，四十抽。蝼蚁之辈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哈，我真的觉得我喉咙痛痛的，然后我想说，干，该不会有被我同事传染的吧？结果我后来想说，嗯，应该是昨天配音的关系吧。靠腰，四十抽了，这样才加几率，第五十抽，哎，有点惨哎。对啊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第五十抽，第五十抽，靠腰，早知道我先抽我的，靠腰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干，干，干！是我被献祭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第七次抽了，哎，果然就叫你们不要有坏心思啊、哦！就叫你们不要有坏心思，你们整天想拿别人来献祭，你看吧，报应在自己身上了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霍庸好嘲讽我，你看那个笑脸。这么嘲讽我，救命啊！早知道我先抽我的了。哦，终于有了，感觉就是歪啊。第三只，哎呦，我真的觉得我要保底了，不要啊，不要，不要。啊，二三，操你妈的！这游戏好难玩哦，我不想玩了，我怎么不先抽我的？我不要封底层，我已经有了。哎，哎，我不想抽了啊！好，第八十抽，好，这次一定会中了啦！我居然保底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保底的，至少在五十抽中吧？哇，三个级是怎样？第九十抽。没礼貌，什么保底？没礼貌。
第九次抽。哦。我希望抽数少一点，少一点中。你看，我帮我同事有没有抽到这么好，五十抽中哦，啊，结果我自己呢，我是牺牲奉献啊，我对我同事多好啊，拜托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刚刚都在帮我同事啊，我在预判哦，预判游戏的预判。不可能啊，下一个决定是霍庸中了啦，是吧？哎、欸，这样中决一定是吧？还是要保理才算，不是吗？第二次就决就一定是吧？对吗？对吗？是吧？哦，开玩笑，这样好歹有100抽哦，100抽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还可以。好好好 ，Yes。Yes， 无名霍庸，是为尊神罗侯以至高创命法仪所创命之人，蒙承尊神一拜树立如上的智慧。怎么不可以？就可以啊！100抽两只 ，OK 啦，跟我刚才手气一样。刚才我帮我同事也是50抽中绝，然后我自己是100抽做两绝 ，OK， 好，那也可以。这不是你们要看的魔雷猫，见好就收，你们不懂吗？为什么我是大师兄？我还没想到我心愿要抽谁、欸。